今天的天气好得有点过分，看看那个云好假呀。存了太多视频了，赶紧编辑。已经吃了好几顿烧烤了。冲洗前，哦，彩虹，你有在跟爷爷奶奶视频？我拍你，我拍你。这个角落里面的那几个大的蒲公英，在这，你看，这么粗的花，看，终于把它拔出来了，好壮呀！发现我现在好厉害，我一眼就能从韭菜堆里面把草找出来，这颗就是草。哎，这个根太深了，这个草真的是，哇塞，这一颗杂草其实还是很明显的。韭菜的叶子它比较厚，它是有厚度的，然后杂草的叶子就是薄的平的，就太密了。这一丛这边我刚才已经拔掉了好多个了，好像一瞬间，是不是？嗯，一瞬间这个篱笆叶子全都长出来了。白桦树要开花了，它这个花好，手感好好，软软的。前两天我刚拍了这个光秃秃的树，这两天叶子都已经这么多了。前两天只有这个花，最近就是这个花粉过敏。好快呀，生命力好，爆发力惊人。你看这边的荠菜肥不肥？就没见过这么肥的，看，好肥呀！因为这边集中了所有小区里面狗的滋养。春天第一朵，勿忘我。我去拍一下那个草莓。哇，这边这个草莓都不像野生了，都像有人在这边种的一样。哇，这个野草莓真的是长得好哎！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遛狗的可以来采。现在几点？8点。这个小区就在我们家旁边，这个小区特别安静啊，都没什么人。啊，这一片全是勿忘我，我还说春天第一勿忘我，看这边全开了。哇塞，好好看！我上去拍一下。还有白色的哎，哇，一整个山坡全部都是。哇，这个花期很长，它开出来会不停地从这个顶上，从下面然后一直从这个开到这个顶上。哇，你看这个花蕊也会变颜色的哎，刚才前面是粉色的，好好看，它会开成长长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足球场呢，可以来踢足球。这里从来没来过哎，从来没发现过这个地方。哇，这一片感觉这一片地非常肥沃呀，看这个花都长得特别壮，好大一颗，这个花都长得好壮，一条沟全都是。哇塞，好好看呀！我跟你说，这家人家的院子可好看了，全都是小花，不敢拍。它这个边边上有这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银莲花，这个粉色的银莲花，它现在是傍晚，所以合起来了。这里有个可爱的院子哎，哟，还有一只小羊，哇塞，这里面的花好漂亮呀！转头看看，哇，这个院子真的好好看。小蝴蝶别跑！一树的蒲公英，不对，一坡的蒲公英，哇！全部都是蒲公英，还有这个叫金钱薄荷，开了好多花。
雄蜂，这个蜜蜂特别的温顺。